条路呢叫做 no good 的路，这条路呢叫做 very good。 no good 的意思是不火，美 good， 美 good。 那应该知道那条是什么了哈，不 good。 那待会呢，等一下我们要走进去看那棵会走路的树，那我们等一下从这边走到里面，我们要辛苦一下各位朋友了，因为从这边走到里面呢最快啊也要30秒。那我们待会进去呢，我们这边有两条路，那两条路都有为各位朋友取好名字了。像我旁边这条路呢叫做 no good 的路。好，那个美女前面那条呢，那条路呢叫做 very good。头脑一定要想清楚我在说什么。你们知道这条路的意思是什么吗？不好的路。 No good 的意思是不火，美 good， 美 good。 那应该知道那条是什么了哈，不 good。 当然上去的时候两条路都可以走，下来的时候我们尽量从这里下来哟。因为如果你从那条路下来的话，你如果不小心滑倒的话，我怕我也忍不住笑出来。我们尽量往这里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邀请我们的朋友，我们往里面了。Very good。 进来哟，那不要摸铁，铁很烫，你可以摸他的手。小心哦，那个地板上是肚子饿。这个工作为什么要教女孩子来做？因为女孩子呢，其实在我的印象中，其实应该都是比较细心的。那可是我刚刚看到她这个样子。有点难开口。她的专业不在这里。她的专业不在这里。对。你没有在做家事了。那么好的女孩子，跟老公一样，不是来做。他老公是不能美女，哇，这个要懂四个字，适合子。留点给我，留点给。好，我们给这位美女掌声一下。这里是辛苦，谢谢你了。我们打马球呢，当然打马球的时候要邀请两位，那棍子呢要很有默契的一上一下。要一上一下，千万不能一起下去哦。卡住。要很有默契的一上一下。那我们的脚呢？可以看一下我们两位的脚，其中一只脚一定会顶着这个木头。我们用弓箭步的方式去打，会比较好打。也不是那个意思了。因为如果你这样会变这样，这样子不好看，所以我们用弓箭步的方式了啊。下雨了。那待会呢，我们呢会打到越来越黏、越来越难打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要交给各位朋友了。那待会各位朋友打的时候，你们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就好了，那句话呢，就是往死里打，往死里打，往死里打。那好轻松啊，那他们打到这样多运动没有？其实越年越好。好，那看我们的教练那么辛苦，是不是？掌声一下。有吗？你有没有加料？全部离开！你们这些猴子，你们一直来吃我的高丽菜，然后都不付钱，吃完了打包，我已经准备多炸弹等着你们吃看看。全部离开！全部离开！你们这些猴子，我已经忍无可忍了。你们一直来吃我的高丽菜，然后都不付钱，吃完了打包。吃一两颗就算了，你们一次来就给我吃二三十颗子，这样子我的农作物就被你们破坏了。最后是警告，我已经准备很多炸弹等着你们吃看看。
谁不离开，谁不离开。第三次警告，你们这些猴子已经违法了，刑法第87条。他已侵占他人财产，现在开始执行，现在开始执行，开枪。一看这位弟弟，太狠了。快点，攻击了就给他一拳，不要怕。抓上位的，抓上位的，快点，快点！太阳是，对对对对对，抓走，带走，带走，带去吃，对，对。快点，攻击了就给他一拳，不要怕。抓上位的，抓上位的，快点，快点！太阳是，对对对对对，抓走，带走，带走，带去吃，对。抓住！喂，再回来！这男人太狠了。For your listening.